你不是在这里换衣服吗？不然呢？好，那我去卫生间。你在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该不会害羞了吧？我是怕打扰大明星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还有什么？我什么没见过我？那脸怎么那么红？很热吗？ 热，特别热。我年轻，火力壮嘛。还不快去换衣服？杨涵，那个有女生在，我换衣服不方便，我先出去了啊。你好。 多买了一杯，给你喝。谢谢。没关系，大家都这么久的朋友了，当然是我了解你啊。你还要换衣服啊？那我也去。我们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的。听你有模有样的。是吗？谢韩哥，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唐蜜啊，唐蜜，你可不是来演戏的，别忘了调查啊。那个韩哥，罗欧到底怎么了？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虽然已经得到这个机会了，但是还是要感谢他。所以那天。 到底怎么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而已。那天发布会之后到底怎么了？发布会那天很正常，他离开之后出了车祸，就这样。这么巧吗？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巧不巧的？哎，不是，那这种事情一般不都会有什么仇家什么之类的吗？仇家？ 电影看太多了吧？哪那么多阴谋论？仇家？没有吗？我不知道。那那天你干了什么？几点走的？发布会结束之后，在酒会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并没有久留。是啊，你那天的确走得挺早的。